請嘉賓返回座位就座，請表演嘅同學坐下。部門政府過去3年嘅抗疫工作，讓澳門能夠邁向正常，讓我哋學校能夠各類大型嘅活動得以如常嘅舉行。澳門回到中學建校77年嚟，秉承愛誠精藝嘅辦學宗旨，注重五育嘅培養。 陪到中學掀起年開始一個中西文化匯聚、活力嘅城市。陪到開展優秀中華文化嘅傳承。陪到嘅同學以朝氣蓬勃、堅毅不屈嘅精神，透過弟子規嘅啟蒙養正、敦品厲學、豐富學問知識，演出配合輕快節奏嘅肢體動作，結合陪到愛誠精藝校訓精神。 Chinese New Year
阳呀，可以这里啊。小组成立于2020年，在多次表演中获得好评，在2022年获中国文化旅游部与港澳文化旅游部邀请参加诗画类的中国比赛，更是获得了全国诗歌诵读类初中组别。小朋友同贺体艺汇演20周年，表演结合武术、音乐、朗诵。